车来了，缩水车来了，请大家拿缩水出来倒。台中县石冈乡，一个位于大甲溪畔的小乡镇，境内没有垃圾掩埋场，也没有焚化炉。过去全乡的垃圾必须大老远送到后里焚化炉。民国九十年对于石冈乡来说是关键性的一年，全乡的垃圾量从一年4000多公吨降到1500公吨以下，一年内整整减量2/3，成为全台湾资源回收的楷模。这个奇迹就从两尺盆烫开始。这是你们家的吗？那你每天都有出来倒？民国九十年七月，当时的石冈乡长谢振颖决定推动厨余回收，发给每户两个馊水桶，运用天然的厨余堆肥技术，以不到200万的经费建立了全台湾第一个由清洁队进行厨余堆肥的创举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倒这个厨余是用人翻，很吃力，后来用堆土机堆，桶子损坏率差不多一个月有20只左右，一个桶子差不多将近2000块，一个月损失了差不多4万块。我跟队长说，我们应该要开发一部就是可以倒厨余的车子。回收厨余所遇到的种种困难，没有打击石冈乡清洁队员的信心，反而激发了清洁队员的创意。运用巧思，石冈乡的清洁队长发明了处理厨余的好帮手，还替这个厨余车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——石冈一号。我经过4-5次的试验，最后的结果是这样。刚开始在做这个厨余的时候，一顿半的厨余差不多要搅拌的时间差不多要超过2个小时。那有这部车子以后，差不多40分钟就可以解决了。用起来蛮顺手的。我们队员反应都非常好。所以现在这部厨余车等于说在我们工作上帮忙的很大，是这样。这部厨余车你们是把它取名叫那个石冈一号，我们乡长命名石冈一号。厨余堆肥的推动，大大减少了石冈乡的垃圾量，却也带给石冈清洁队新的挑战。刚开始做堆肥时，附近居民频频到清洁队抗议厨堆肥厂所造成的臭味。清洁队员开始思考，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厨余的臭味呢？在不断尝试下，终于让他们找到除臭的秘方。现在撒这个是什么啊？黑糖。黑糖为什么要撒这个？这个有很多个作用啊，它可以降低它的异味，还有可以就是促进发酵啊，养菌啊。一般我们如果有在市场的比较臭的啊，这个黑糖撒下去，等一下你可以闻看看，味道完全不一样，味道完全改变。经过2年来不断的摸索，如今石冈乡的清洁队员个个是厨余堆肥的专家，他们的角色改变了，不只是垃圾的清运者，更是有机肥料的生产者。每个人谈到厨余，都有一本说不完的经。是做什么样子的用途？这是要给它那个氧气，就是我们外面有那个压缩机，把那个空气压缩进来，压缩进来又打那个空气进去，增加那个这个堆肥的那个氧气以后，它就会产生那个一些霉菌，产生霉菌就是使这个堆肥会更发酵的更漂亮，更成功这样子。刚进来的厨余必须先放在遮雨棚里3-4个礼拜，在这期间要不时给厨余打气，让厨余自然而然地产生发酵菌种。此时厨余堆肥的温度会不断上升，
最高可达60度左右。这样的堆肥方式属于耗氧式的发酵。可以，可以。像这个白色的，这就是霉菌，这白色就是霉菌。这味道不会很臭，这味道不会很臭。这有一点温度，这有温度，有温度它霉菌才会成长，一定要有温度霉菌才会成长，才不会产生恶臭。这个大概多久了啊？这个大概4个礼拜。这个有温度，4个礼拜左右。没有温度在70度。啊，这都发酵的很成功。都很多霉菌。厨余处理的过程中流出的馊水是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。石冈清洁队将这些馊水全部搜集起来，浇灌正在发酵中的堆肥。这个管子是我们第一天回收回来的厨余水啊。利用这种管子呢，用马达把它抽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管子是活动的，把这个水也是回浇到我们这个堆肥里面，因为也解决了这个厨余水每天产生的这个去路，避免再污染。第二个，这个露天呢，这个经过太阳这样子照射，它也会太干燥，太干燥的堆肥呢，这个品质就比较不好。那你又适度的给它这些厨余水呢，可能会增加它的这个品质啊，比较更好一点。厨余的汤汤水水全部回收利用，使得位于水源保护区的石冈乡真正达到了水源保护的目标。一般厨余水的汤水，石冈乡没有下水道，都直接倒在这个排水沟。然后以前我们差不多一两个月就必须要去清洗一次水沟，以目前我们半年来洗一次就足够了。好，我现在带记者来看我们已经完成的这个堆肥，我们的完成的成品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多久以上？这个要放半年以上啊，请看一下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成品，看起来哈，非常的成熟，然后呢，无臭，好，无臭无味啊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土壤改良剂这样。哇，里面还可以看得到那个。哎，这个是猪的骨头啊，还有那个。木屑啦，出坑啦，哈，都还可以看得到。这个非常是松的东西哈，到了土壤里面以后，可以改良这个土壤里面，增加它的有机质这样子。嗯，现在都是免费回馈给农民。是我们因为产的能量不多哈，我们原则上是这个乡里面每一户里面一个月给他5包，然后他自己来提。目前石冈乡一个月的厨余回收量在70公吨左右，可以做成20多公吨的有机堆肥，全部回馈给石冈乡民。由于产量有限，乡民反应热烈，清洁队直呼供不应求。也有清洁队员因为生产有机肥料，点燃了对有机农业的兴趣，在自家的农地经营起有机菜园。曾大哥，再无过来只大丛哦。这啊，这都拢用咱这个公所这个堆肥伫施肥啊。啊，伊有机的物件生长起来就水是水啊，啊色泽嘛足水的啊。你怎么来办？我办一条三林啦。树是吧？大粒吧？哇，好大颗哦。
一颗颗硕大的木瓜，青绿的蔬菜，都是清洁队每天收喷的成果。吃着自己种的蔬菜，队员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。这种用有机堆肥的哈，种出来的菜，你给它看，它的颜色特别的鲜艳，特别的漂亮啊！你可以摸一摸看它的叶子，很厚，很厚实，因为它就是用有机肥料，它生长比较慢啊，所以它长得就很厚实啊。这个吃起来跟一般化学肥料种出来的菜的不一样，就是口感。因为化学肥料种的菜，它生长很快速，尤其尿素那种种出来的菜，吃起来很快，它生长很快速。可是你煮的时候硬硬的，煮起来就硬硬，不会软。而且有的菜甚至煮起来会黑黑，澳门这种菜绝对不会，煮起来很好吃，过滚水就足舒适啊，就对了，就足好食。一堆堆发酵程度不同的堆肥，就像是石冈乡清洁队的日记，日复一日累积了可观的成绩，也吸引许多其他乡镇前来取经。相较于农业乡镇的堆肥形态，都会社区发展出不一样的模式。台北市西湖里是台北市厨余回收资历最深的模范里，居民花了3年半的时间，在生活中摸索厨余回收的方式。那像那个厨余啊，你又把它分成生的跟熟的，是为什么要这样分？因为我们刚开始在实施的时候，跟植物联盟在做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有做堆肥的方式，好，做堆肥方式就是说，这个像这个是给也可以堆肥嘛，哈，也可以埋在那个泥土里面，也可以当堆肥。西湖里从民国89年7月开始进行厨余回收，当时由主妇联盟进入宣导，透过里长召集社区的义工妈妈，每天站在资源回收车旁不厌其烦的宣导。3年多来，西湖里从小朋友到偶基上，都将厨余回收当成生活的一部分。妹妹，你来做到什么？厨余。哦，那你们家的厨余都是你在负责倒？没有啊，阿嬷不在了，回去基隆了，所以现在我倒啊。哦，原本都是阿嬷在倒垃圾。阿姨知道为什么要倒这个厨余吗？因为这样子才不会堆得满家都是垃圾啊。哦，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厨余回收可以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啊，像你是怎么样子做分类？有就生熟跟那个生的跟熟的，就这样。分生的跟熟的。对呀，对呀。台北市的厨余目前分为两大类，生的厨余用来堆肥，熟的厨余则标售给养猪业者。西湖里的住户对这样的分类已经相当熟练。不过，偶尔还是会有居民丢错厨余桶。你在收这个厨余的过程吗？遇到比较大的那个困难是什么？就是还是有一些百姓会分不清楚，但干脆就没有分。啊，没有分还是厨余的，他通通就到了这边。这样。可别以为厨余回收是妈妈们的工作，在西湖里，热心的爸爸们是厨余回收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。每到晚餐过后，厨余车抵达之前，热心的义工爸爸就已经全部出动，站在巷口指挥车辆进出，帮忙进行厨余回收。有空就出来，义工，增加一点联络感。对对对，增加我们社区。我们的社区就是靠这个倒垃圾的时间呢，来抬杠，见见面呢。哎，来互相消遣呢，哎，互相消遣呢，对。近年来，全台湾许许多多的社区、乡镇公所、企业，
纷纷投入厨余回收的行列，大家竞相摸索厨余堆肥的法门。这一股风起云涌的热潮从民间不断的扩散，逐渐引起公部门的重视。去年12月26日，台北市全面实施厨余回收，但是厨余回收的基础绝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一纸行政命令。我们就希望能够培训一些社区的宣导员。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有社区宣导员出来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在地，然后呢，他们可能跟左邻右舍都是邻居，所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可以用相同的立场和相同的语言，能够跟邻居交流的时候呢，我们认为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台北市在推行这个太复杂了，应该是要再简化一下。简化一下，就是他推广到整个全台湾的话，就是很多事情要把它简化，不要那么啰嗦。礼拜几做记什么，礼拜二记什么，这个一般来讲，那个比较老一辈子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观念。所以我是认为，将来要推广到整个的话，要稍微分，就是很简单，很简单的话，越简单越好。什么是厨余回收成功的法门呢？石冈乡的清洁队员会说，厨余回收就是不断的迎接挑战，发挥创意。西湖里的居民会说，厨余回收就是邻里之间的热情。当你我都愿意为生活付出一点小小的心力，就可以促成这一场厨余革命。好，谢谢。辛苦。